这个就是把自己当孩子的这个粉丝，是不是？把偶像当孩子的粉丝，把偶像当女友的粉丝，啊，男友的粉丝，长久，浪漫，惊喜。我们都是专业的演员，眨眼睛，哄女生最有效的，包治百病。爱我的女粉丝，好朋友，好前辈，好兄弟，来一。为什么最有趣？他自带笑点，特别多。不告诉。做这个采访的时候，做完这个采访，你好，哈，玉姐，都漂亮，凹凸有致。之前说的都是假的。